最近我们这里天气比较热，老公就在小院支起来游泳池，让两个毛孩子游泳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因为来福怕水，就让布丁先做示范。哎呦！哇！布丁，你游不起来。布丁太大了，游不动。布丁是天生就喜欢洗澡，而来福是看见水就会躲得远远的。布丁，嗨。帅哥，你的皮肤有点黄哦，一看就不好好护肤。既然游不了泳，那就给布丁来个桑拿吧。差不多了，布丁过来吧，来过来吧。哟，又买榴莲了，这么大很贵吧？现在正适合吃榴莲，软糯香甜，而且去年拼多多的补贴活动又回来了，1块钱就可以秒杀5斤的猫山王大榴莲，错过再等一年。你看今天买的肉大，开出的也很多，你快尝尝。大榴莲吃起来就是香，拼多多怎么抢的呀？直接点击我的评论区链接就可以抢，上面还有很多大牌之酱，都是正品保真，还假一赔十。来福和布丁恰恰相反，是一看见水就想跑。老公也是有耐心，抱着来福先让他适应了一下水温，差不多的时候来福就自己游了起来。来福的身材较小，在泳池里活动自如，就是委屈了布丁，羡慕着一直跟着来福来回转。我们今天游泳课结束。这个还想游呢，一个是还没玩够，一个是不想玩，真是两个有趣的毛孩子。大家都在关心我们捡的这只小狗现在状况什么样，今天看起来活泼了一些，就是一直拉肚子，医生说可能是肠胃的问题，喂了一些药，先观察2天。我们正忙着照顾小狗呢，一时没注意，我家布丁又闯祸了。你从哪弄一块肉啊？这布丁我从哪弄的肉你啊？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能吃不能吃你在这吃呢？这从人家谁那弄的肉啊？你去哪儿来？你去哪儿来了？这肉能吃不能吃啊？谁扔的？坏了吧？谁知道呢？温室坏了吗？像是坏了。你从哪儿弄的？不能到外边随便吃东西，还吃呢，不爱吃了。我刚买了一块肉，刚好做，你就是干不来。刚才说不来，你看是肉给我掉了，这都治不了。原来是大娘的肉，我刚才说这是从哪弄来一块肉，叼着就回来了。这要是那只狗，我找到这人没事，是这样的，看好你这狗。行，确实不好意思。去咱家没事，去你家就唠唠，你可不行。行，你狗看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娘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一时没看住，闯祸了又。闯祸了，还吃呢？啊，知道有改不？啊，拿过来，别吃了。这亏的是认识人家，这要是不认识人家，人家把你抓走怎么办？我家布丁就是个闯祸王，最不让人省心了。走，咱们去把这些鸡蛋给大家送过去，人家容易糟蹋，心里也过不去。你等一等，把这个给大娘带过去。走。老爷。哎。我要给你弄点鸡蛋。要命的钱，我好忙啊，能搞好几块肉，这么喘的。人马上挣钱，我再给你拿份月饼。哎呀，这个月饼不便宜，一块肉也挣不了这个钱。哦，该拿着拿着。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吗？我联系官方给大家准备了500份美心的月饼礼盒，已经打包好放评论区了，只要能点开就还有名额。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送人细腻，奶黄顺滑浓郁，甜而不腻，自己吃送人都不合适。我们给大娘送东西了，本来要给我们回来这么多东西。回到家就看到这两只毛孩子又在隔着门缝偷看小狗呢。我们家来福的毛一直都是毛毛草草的，用过很多方法都改变不了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